和男人一些纠结，伤不起的爱情就像画面，电视机里不断重演，只张陈奕迅的好久不见，对着画面不停演练，情歌唱到一半已经泪流满面，谁动了我的感情线？为什么情歌买来才唱的声嘶力竭，一个人背负思念老却容颜，就算是没有观众我也要唱到半夜，才发现情歌唱的人更可怜，难道要说句再见还等得换了人间，非要让眼泪瞬间流成蜿蜒，虽然一个人的 KTV 有些疲倦，我还是唱完这首好久不见。感情线，为什么情歌买来才唱的声嘶力竭，一个人背负思念老却容颜，就算是没有观众我也要唱到半夜，才发现情歌唱的人更可怜，难道要说句再见还等得换了人间，非要让眼泪瞬间流成蜿蜒，虽然一个人的 KTV有些疲倦，我还是唱完这首好久不见。为什么情歌买来才唱的声嘶力竭，一个人背负思念老却容颜，就算是没有观众我也要唱到半夜，才发现情歌唱的人更可怜，难道要说句再见还等得换了人间，非要让眼泪瞬间流成蜿蜒，虽然一个人的 KTV 有些疲倦，我还是唱完这首好久不见，虽然一个人的 KTV 有些疲倦，别按了我的暂停键。